你站在这儿干嘛？哦，车窗没关啊，真是麻烦你了，天气这么冷。干什么呀？别碰我老公的车。你老公的车？穷屌丝，你知道这是什么车吗？知道这个车有多贵吗？我帮他开着窗户，等会儿车主肯定会下来感谢我的，到时候吃个饭加个微信，以我的魅力啊，成为我老公那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你这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！再说了，你怎么就确定这车主一定是男的呢？没看见这车里的装饰吗？你看啊，就是成功的商务男士，而且你闻闻这香水啊，就是最新款的男士特调香水，多金又有品味，比你这骑共享单车的小白脸啊强多了。赶紧走吧，少借机搭讪我。行，你想等就等着吧。金秘书，你怎么又不关车窗？我这丢三落四的毛病呀，没丢东西吧？我着急去开会，给忘记了。东西倒没丢，那就好。车钥匙我放你桌子上了，徐大总裁今天就自己先回家吧。是我的车，真是辛苦你了，帮我看了一天的车窗。不是，你开玩笑呢？你有车骑什么共享单车啊？不堵车。